拿着篮子里的苹果逐桌结缘，多伦多佛光小童军向信徒们筹款，募集童军团活动基金，也让孩子体会到三好的慈悲精神。一颗一颗擦干净的苹果拿到佛前供养祈福，穿梭道场，透过苹果传递缔结善缘，学习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重要性，未来传递人间佛教，福利社会。今天是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